哇，足靓诶！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 S Morning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杠台湾男装好维系。他、啊、为什么他穿这样，你穿这样？啊、哦，好，那我入境随俗。欸、因为我感觉足靓诶。你跟我手里无穿袜头，穿个短诶。因为等一下要食烟啊，所以就会烧热起来，怎么讲？热起来，烧起来，拢可以，拢会使。对，热起来啦。今日搁要试食。意美的一样啦，每次都吃意美的。我们每年都吃他们家，我们家因为他比较新意吧。大尼啊，都有迄无同款的口味，无同款的鞋换包装。你这啥？没，旧年的啊，奶茶的。你旧年刚刚进来的吗？不是啊，我过去买的，好无？旧年的已经吃完，旧年我嘛有开箱、嗯。你看，还有这个是哪一年的、啊？哪一年的？OK， 今年有两个口味的。气泡牛奶圆啊，鸡卵布丁圆啊。气泡炼乳。好，来啊、哦。不会流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果酱一样。对。哎呦，吃旁边。鸡卵布丁。哎哎，内底是咦焦糖的血。哎，真的哎。哎呀、哦，焦糖味好重。七婆。嗯嗯嗯。你怎么？嗯。哇塞，刷刷。嗯。嗯，什么啦？没感觉，它有草莓味，可是那个就蛮少的这样。花糖，我觉得很像吃果酱，就果酱。对，鸡蛋布丁一点厉害啦，焦糖味。嗯，哇哇，真甜耶！很甜哦。喷出来，之外口腔鼻腔全部都是甜。不好吃，我觉得不行。我觉得不行。这个草莓比较好吧？更甜。对，草莓比较好。草莓。比较好一点，可是草莓就有点像苹果面包夹草莓，或是草莓夹心糖。那是草莓酱啊。对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Sorry 啊，意美，就是因为你不好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昧着良心说你好吃。但是我一定要讲一个，普通的牛奶奶茶最好吃，所以我一直背一直背，介绍牛奶给大家。妈咪介绍吃一样哦，妈咪点哦，妈咪点哦。那么意美爸爸可以找我，我会说你好吃的。我一线缺业配 ，OK， 拜拜。拜拜。